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秋天，目前在日本东京大学留学。我是来自北京的 Kevin 王文轩，现在在澳大利亚悉尼留学。我是来自东非坦桑尼亚中北大学的张电波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名来自澳洲留学生。我现在在日本的埼玉县。我目前在英国的曼彻斯特。每到中秋节的时候，我会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去找一家中国餐厅，然后我们会去华人超市买月饼，共同庆祝中秋节。像我们在海外的留学生，一般都是跟朋友、同学一起度过的，今年大概也不会例外。毕竟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。打算和朋友到外面聚餐，或者是邀请大家来家里做一大桌子中国菜。在过去呢，我会和朋友一起，买月饼、吃中餐，还会一起聊一下不同地区的中秋习俗。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呢，我就跟他们见不了了，就只能隔着屏幕庆祝一下。防控绝不能松懈，中秋我不打算出去庆祝，准备和朋友们视频连线，一起云包饺子。我很想家，从2019年到2021年，我已经2年没有回家和爸爸妈妈团聚了。如果现在说不想家，都是一句违心的话。还是会很想家的，因为这就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嘛。对吧？因为上一次回国已经是2年之前了。每个中秋节呢，我都会和爸爸妈妈视频，毕竟有一句古诗词叫"中秋水雨共孤光"。然后爸爸妈妈就会说："那你抬头看一下月亮，然后就当我们一家人团聚了。"想对爸爸妈妈说："你们不用担心我，我在这边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希望你们一定要注意身体，如果想我了，记得要给我打电话。"希望下一次的见面，我们都会怀着满满的思念去拥抱对方。尽早回国，然后大家一起过中秋、过团圆，这样子。短暂的别离是为了更好的相遇，这句话是我们这个家每一个人在心里面共同达成的默契。祝我弟弟学业有成啊！祝我父母身体健康啊！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照顾好自己，不要太想我就好了。祝所有人中秋节快乐，幸福团圆，阖家欢乐。中秋节快乐，然后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。祝大家健健康康，幸幸福福，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。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啊，勤洗手，多通风。啊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祝所有人中秋节快快乐乐，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。我在英国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祝愿所有留学生都能够平平安安，并学有所成，加油！